因为有刚刚有发现有些同学就是没有，那没关系，我先把它全部删掉，有没有？好，模拟器还是叫出来，元件放到最大。我们刚刚不是有 LED 灯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先把这个删掉，这个留着嘛，可以继续用。有没有 LED 点矩阵右转，放下面拉过来，VCC 是不是接到5伏特？老实讲了，你接到这也可以啦。好。模拟的没有硬体限制，好吗？好，GND，这里我就接19、8，这样是比较近一点。好，那我就收起来，右手边元件的收起来。如果这样没看到，滚滚滚。好，我现在不用这个，所以我就先关掉，一样开发板丢出来。但是这里，好，这里有没有模拟器？好，模拟器，然后现在 LED 点矩阵有没有都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这边是19、8，哎，各位知道吗？我现在有上远距的课程，也在上这个，跟台东的，我们前两天远距连线就用这个在玩冰果，有玩过冰果游戏吗？好，你看 LED 点矩阵拿出来。Play 有没有会笑了？这样可以吗？都一样的哈，所以如果万一你的实体不会笑，可以让虚拟的笑一下，这样你也可以成功。